跟啥又打架了啊？今天谁还咬了？啊，亮亮还咬了？亮亮，谁咬你了？又是大灰啊！不然你今天像谁了？你帮谁了？啊，帮亮亮了。行，妈妈一会儿发香肠，不给大灰吃啊。你生气了？那谁让你咬兄弟俩了？那你向妈保证来，保证，保证。不行，这样不满意。对，再咬就揍啊！记住没啊？记住了啊？那行，你过去吧。嗯，过去一起吃香肠。来，发香肠。家人们啊，小香肠，14.9一大包，950克，60根啊，鸡肉味和牛肉味的两种口味儿。你是大哥哥啊，以后别老咬弟弟了啊！你再咬弟弟，告诉你不给你香肠吃了啊！